我想听你来，如果伊拉是那么多哈哈伊拉，伊啥明年啥啦哈哈伊拉，比那上海听你故乡搞防疫照顾家。我讲伊拉嘛，还是啊，下班个特地呢，伊尼个哥哥人是啥特儿，伊尼来补习班，阿罗嘛是啥特儿个啦，古山是巴格拉巷是巴基基哥哥，阿罗嘛约马扎斯个哥哥人，伊嘛么大哇，噶嘛好耐嘛那边公司，那是啊，地骨嘛上爱，地骨伊尼古山阿乌马阿乌迈伯尔巴克拜伊尼个噶嘛么大哇，得了得吉达。因那很哈哈，噶妈妈打我，来个巴打我，我妈打我伊拉。来如啥伊拉是浪奔到阿哈哈伊拉，可是那个高中以下噶妈几时个，今侬过来几时个，但明来阿哈哈伊拉。该老来教育品牌业哈完，噶妈妈打我，民国人安那边国国人阿拉省来个巴打我玩。公司也比较体谅我们啊，所以像我的话就是轮流带小朋友来上班，那就是爸爸也放一个，我这边也放一个小孩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请假。问题是其实在家育儿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，那我觉得在对于工作上进度可能就没有办法 follow 上，那其实回到工作岗位上还是得追进度。有小小孩的妈妈通常都有这种临时需求临托的照顾假，譬如说只要班上有一个人藏病毒，全班都要放藏病毒假，所以我们这边的小孩也常常来，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说小孩在这边。因侬个干妈妈打娃娃，个个人，阿那吉斯卡来干奥奥拉诺干伊爸爸随地个吉斯卡蛋，妈妈恩哈尔玛格西耶。到今侬个教育品牌业嘛，还在比侬弱啊，阿么还在如啥还拉？因侬个个人给打电呢，个啥人亲子日，干嘛吉斯卡改在嘛恩哈尔达多日？我该老因那今年个个爸打娃娃一滴滴啊难熬。来防疫照顾家，俺有该二号带好给俺母外家来歇。噶妈妈打我来旅游业嘛，海大嘛也该工啥？海大呢？噶妈哩妈妈慢然买伊呀一滴滴安，噶是噶说明那噶啥个样？自己赶紧防疫照顾家。对，而且现在时机又比较不好，因为我们是旅游业，另外一半就会请假在家照顾这样。就会送安亲班啊，因为一般安亲班就是他们就是会配合。海大达蒂尼马古姆沙来大学国家安亲给补习班，阿哈海希拉阿姆外阿哈菲安，阿娜娜基尼马姆外噶来希拉闹该尼马上爱，台北市劳动局马也该古姆沙，沙拉诺噶劳动部按巴克沙拉噶防疫照顾加定本，明沙拉如沙奥多海希拉，哈万麦伊呀诺噶拉勒个苏明乌道希尼阿哈胡奥，达宾伊萨希尼乌该巴在伊，海大噶伊马奥门达胡奥。你阿维亚答应比那巴多罗多。